没有摸。好，来吧，第二轮。一号位，再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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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哎哎哎哎哎，对，对。来，形容，形容一下。他反正生吃的，他的 Q 的，反正就是。还能生吃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，反正就是好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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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的多，然后 Q 的。那到了吗？还有大概两公分吧。啊！啊！干啥呀？他好像，就是你一碰到他就卷起来了。啊，真假的？就是会有反应。有反应，就是你碰它，它会有反应。有反应，一个敏感的光头。好，来到玛丽，来。好，下了，对对对对对。哇哟，这一嗓子，他中了。因为他在那个位置，不是他摸到的，是对方去找的他，所以他就感觉他在动。好，来，来这边，露丝，对，露丝来了，哎呦，好勇敢哦，大侦探，哦，小心哦，哦，哇，他真的完全不怕。好好，来形容一下。哇哇，他笑出来了。哇，你竟然笑出来了。你的啥也没有啊？啊，你的啥也没有啊？我有。你太淡定了。我这个确实跟范范那个是一样的。细条的，因为我给搂住了。不生气，不生气，不生气。刚才他没有发现，因为你刚才被淘汰了，说游戏继续，就说明你是好身份。不好意思，第一把我是这样摸的，我感觉它不应该是长条的。那这一把我这样摸的，但是它长条了。哦，你是对的。他刚才已经被证明了他是好身份，哪需要你来肯定的？朋友们，现在张延琪又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，再摸，来吧，来吧。他都不怕，你也不怕，我也不怕，对不对？来吧，啊，张一起来了。就算里边是电门，我也不松手。里面比电门可怕多了。对，是电门。现在换成电门了。那个光头大哥现在脸朝上了。大哥咬他，还差一点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啊，对，碰到水了，来往下。哎，他怎么的？他动了，他动了，他动了！你别动，你别动，你别动！他自己动了。光头大哥能是不动的吗？对啊。整个盒子。形容一下，形容一下，什么感觉？很多很多，会震动。哎，现在到投票了吧？对，我有问题。从各个方面，我都觉得我这个肯定跟你们的不一样。所以我想自爆是不是？结束吧。对，我这里边毛特别长。对，长毛。我还有四条腿呢，你摸着了吗？对，我差不多。我里面是狗。鸡娃娃，我这里头，投我，投我，我这柯基腿短，我不想摸了。凭直觉，凭直觉，三、二、一，来，请选择。露丝还没投，我投个一票吧，平一下场上的局面，交给大侦探吧。一号吧，让他走吧，那都鸡娃娃了，让他走吧。
我这柯基就能留下了吗？好，一号淘汰，游戏继续。这轮开始不摸了，直接表述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下来了，不摸了。你摸了两轮都得不到分，可惜啊。那我能再玩一轮，其实。来，第三轮。好，来吧。啊，这个东西它不大。好形容。它很有力量。好多根儿。根儿？不会是你吧？他们是交错排列的。交错排列。来，闭眼投票啊！来，准备，准备，三二一，请选择。好，六号和五号各再表述一轮。谁是五号？你是五号，谁是五号？谁投的我？谁投的我？雪琴、言琪投的你。为什么？我不可能投我自己吧？哎，再表述一轮。我摸一下，摸一下，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。你可以摸一下，对。你那是活的吧？我天哪！这是啥嘛？哎，不能拿出来。拿出来，你看见了。你要干嘛？他还想拿出来。娃娃拿出来吗？来，再形容一下。嗯。有点黏，有点黏。这是我想的词，完了。好。五秒钟说不出来就再摸一次。五、哦，说得出来。他们，变得出来吗？还？其实我想说有点黏，那我说有点臭，是不是有点违规？有点臭，他说有点臭，有点臭，是有点臭。你这么闻了，你很可疑。啊？姐，你觉得呢？我现在有点……我觉得那咱就赌一把肉丝儿吧。行。别让我走。来，请选择投票啊！来，准备。三二一，请选择。肉丝儿。好，赵露思得到了三票，赵露思出局。游戏结束。果然你的是，哎，你们猜一下，你们猜一下，你们是什么？泥鳅。泥鳅。然后露丝的什么呢？糖。我这个就是一盘果冻。果冻。对，对，好聪明啊！你好像很早就发现自己不对了哈。很波浪。一个光头一样的滑的啊，他中了啊，就是你一碰到他就卷起来了。我这个确实跟范范那个是一样的细条的，因为我给搂住了。你先要选一号吧，让他走吧，那都吉娃娃了，让他走吧。好，一号淘汰，游戏继续。没办法了，说臭，因为你那太香了。这么多，这是谁的？怎么还跳出来一个？哎呀哎呀哎呀，怎么了？怎么？冷静冷静，待会儿再说。老秦咋的？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这个玩意儿，是吧？专门给你哈。